一年一度的大西海口音乐节已经完完告一段落，吸引了真侪来自台湾各地民众前往参加，和大西变成了一座有摇滚指标的好所在。为了延续和大家看见大西美丽风貌理念，大西海口生活馆特别举办了海口之美的摄影比赛。目前评审团已经选出前三名，为即马开始伫个海口生活馆做展出，欢迎大家前往欣赏。由海口生活馆举办的海口之美摄影比赛，吸引百外位的摄影家参赛，总共有418件作品记录台西甲袂了的海口风景。整个后面的景色色调完全不一样。海口生活馆馆长戴进良表示，自参赛者作品当中，大家会当看到海口的各种样貌。有真侪人拢讲，原来这甲因印象中的海口无共款。借由全国各地的这个摄影好手。借由他们的镜头来记录我们海口生态之美，然后也借此来这一个澄清一些外界不实的流言哈，让所有的这一个民众都知道哈，都认识到我们海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一片土地啊，欢迎各位民众可以到这边来观赏，那也借此到海口生活馆。到我们海口附近的这个海岸风光来走走看看。本身是台西人的游客林心华分享讲，来到这看展览才知影，原来家乡这么水。因为主要就是我们生活馆的美景，然后它周围的花草就是很鲜艳漂亮，对，这里漂亮。这次的摄影比赛还特别举办网络人气票选活动，让民众用 Facebook 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作品。这次的摄影比赛除了这个当场的评审以外，另外还增加了一个我们网络的票选就是所谓的人气奖。那欢迎各位朋友到我们海口生活馆的这个粉丝专页来对你喜欢的照片来给予按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顺利的选出前三名。把海口生活馆的景色它最美的时刻、最美的角度，把它描写出来因为海口生活馆后面这一片广大的湖泊就是让人们可以很这一个安全、很这一个自然的去亲近我们的大海。海口之美摄影展自即日起在海口生活馆展出到10月31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森林的海口景色。记者陈依伟森林采访报道。